位置，用双面胶把它粘住。你想要自己想要烫的位置，贴住。首页，复位。手动页面，前视镜。前取纸。前吸纸。手烫定位，前取纸下来，骨头下降，爆闸锁，长按3秒钟，3分钟到了，把它关掉，长按3秒钟，按主轴上升。前吸纸关掉，前取纸关掉，首页按复位。